1月23日，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朱军化作牧羊女绣品风筝仪式在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举行。这幅湘绣作品按原画1:1的比例创作，由该校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亚云指导，5位90后教师耗时1年共同完成。据悉，水墨画牧羊女曾在北京保利2016年夏季拍卖会上以130万元人民币裸垂。朱军与师生交流湘绣的传承，朱军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亚云在绣品前合影。但是我们绣衣服呢，绣底下呢，既不失掉玉军老师这些折法，就是讲啊，我们一穿起呢，这个衣服比较厚重一点，这个衣服呢天气很冷。这种力量是具有工匠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具有艺术性。